行车记录器拍下，砰的一声，路口汽机车撞成一团。左转休旅车冲出去，跟直行机车对撞，骑士瞬间喷飞，还腾空顿了一下，重摔倒地翻滚，机车也被撞到解体，零件碎光光。车祸发生在20号嘉义市中山路上，画面曝光，网友狂酸，又是 A 柱惹的祸。只要手握方向盘，就不知道礼让是什么。机车骑士受伤送医。监视器拍下白车冲过路口，狠狠撞喷两名骑士，机车被撞到飙速旋转好几圈，零件喷的到处都是。疑似汽车闯红灯，狠狠扫过三台机车，把人弄嘎咪咪冒冒，目击民众吓到被吓聋，闪躲跳脚，惊魂未定。以自单举发周姓驾驶之闯红灯。事发在台南西港，四轮乱闯马路，保龄球式撞喷机车，骑士摔得惨兮兮。恐怖刹车声响起，下一秒骑士追撞上来，连人带车惨摔。原来是要闪巷口冲出来的车，骑士急刹却被后面的阿贝追撞，网友狂酸，就说要防御驾驶哈。他看你根本不是要让你，是要算你什么时候过来可以吓你，还好人没事哎。左转车、直行车互不相让，撞成一团，闯红灯扫倒一台机车，惊险瞬间吓死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